跟本王回去吧。为什么要回去？这儿挺好的，我想一个人在这儿赏月，不想回去。 那好，本王陪你。 还做本王的王后好吗？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若你不喜欢被束缚，那我们还像从前一样，什么都由着你，好吗？ 找到了吗？全找了，宫里不见踪影。报！王军，有消息了，守江御门的兵回话，九夫人清晨驾马出宫，往西去了。备马，快备马！是。 是我连累了你，都是我的错。是我贪恋这人间的美好，贪恋王俊的爱，没有让这一切赶紧结束，都怪我。小九，你别过了。 全都依你，你不要站在那里，太危险。过来，来啊，王爵，你不是一直问我心里那个人是谁吗？我心里的那个人。 叶青庭，我不信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我问过叶青庭，你根本就不爱他。如果你爱的是他，你为何要三番四次的救本王？你快过来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啊！从我进宫开始，成为美人，成为夫人。 成为王后，我一直都不是很开心，因为我爱的人不是你。好，就算之前你爱的是他，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 为什么他死了，你都不肯接受本王？难道在你心中，
本王就这么不堪吗？小九，小九，小九，等我，等我。王军没有大碍吧？内侍大人，王军这病完全不算什么，只是王军伤心过度，毫无求生之意。这才是最麻烦的呀。这